月底的时候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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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，三十个 OK， 每次都转三十个。送麻辣飞吗？哎呀，没事儿。下一首是那个，红心果。哦，眉飞色舞，眉飞色舞，眉飞色舞完了之后，红心果啊。啊。红心果。我每次都转，就手肘轻，手肘轻，放心啊，挣钱都不容易嘛，对不对啊？这首歌适合他。等一会儿，那个，那胡子哥，开个板斧吗？开板斧吗？怎么弄了？怎么弄？太胖了，哥们儿。看没说多少吗？做的多，兄弟们。他唱完了再看啊，收收心啊。收手机。讲究就完事儿，兄弟们。因为有些大哥是转了100，后面都有大哥是转了100啊，我都给了。下一首是红心，那红心果会唱红心果。红心果啊，红心果，你看会不会唱？谁唱的？你看看来，红心果过来是出主位啊。哎呀，挣钱那有休息的吧，兄弟们一天啊。这是就他妈这是就准备爆了，兄弟们，你看红心果怎么唱？没有，大哥没有红心果，大哥啊，没有红心果、啊、就先跳过嘛，唱那个处处吻。那个
哦，红三国，大家大家说重庆的红三国，红三国啊，红三国毕业的，红三国，红星国，红，对对对，红三国，红三国，红三国，哎呦，红三国有，你会唱吗？红三国？安与骑兵的嘛，就会一点点，会一点点，来吧来吧，上上，大飞你那时候有意之光吗？我哎。我有一说我真不会的粤语兄弟们，粤语我真不会兄弟们，下一首是处处，下一首是处处吻啊。好，我先这样，我先你先唱红心果，再处处吻啊。对对对，我就先切了。嗓子有点受不了。嗓子受不了，就是今天在那个地方唱的，把嗓子唱坏了。没事，一朵花，一棵树，一座房子，一条路，一座山，一条河，一只小船，一个我，一颗心，一把火，一个无关，一个你，划着船，我们和你在水边看着我，你路过我家湖前的那条路，我悄悄地看着你，你也偷偷地望着我，唐国河三江望见你穿过，这个好听，好的柳荫接点的。不太会了。那切歌吧，切歌吧，不太会的，切歌吧。这个是。处处吻，这首是上次歌的。对。反正我把那个。高阳嘛，处处吻，处处吻，我说是怎么没我一般看换换我一样没差全的骡子凤凰，
后面还有没大哥们点歌啊？后面没有歌了，后面没有歌了。有大哥们点歌啊，可以上啊。有大哥们点歌可以上去了吧？啊，这我转他转他转他。雷哥就休息一下，好吧？雷哥就休息一会儿啊。啊，休息一会儿。周总，你收下钱，收下钱，收下。嗓子有点。大飞，你唱两只老虎嘛 ？OK， 让他休息一会儿，让我唱两只老虎嘛啊。你帮我，你要请个两只老虎啊！我帮你点，好吧？对，你帮我点个两只老虎啊！嘿嘿，可以了，转给他，转给他了啊！感谢就是俺大哥啊，转给他，我都转了啊。那儿歌吗？儿歌，我就适合这个东西。没有儿歌，你唱小声点，你那个麦要拿远一点。这也有，这也有，你这边用这个。小声一点，这个没有那么费嗓子。啊，这个吗？背吧儿歌，嘿嘿，两斤老虎。你们原唱哪呀？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奇怪。把这声音都拉到调小点，这声音太大了。那怎么调小啊？啊？怎么调小？声音太大了，这声音。对。我调小点，这太大了。两只老虎跑得快，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奇怪。两只老虎跑得快。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奇怪。一只没有耳朵，一只没有眼睛，真奇怪。可以吧？好，大哥们还要点什么歌？大哥们啊，你可以点。接吧，接个 ，OK， 接个。背娃儿歌。接个，你先暂停一下那个啊。对呀、啊，先暂停。背娃儿歌。开微吗你？哦，又来声音了，又来声音，我看。哎呀，没事儿，兄弟们。你要什么香水吗？热水吗？我们这里。10块钱要。哎，来。10块钱一杯，那就打啊，来。歌曲给大家算骡子的那收入 ，OK， 好，我马上给转啊。然后那个，你再唱一首了，你爱我像谁，或者说爱似水仙，你会唱哪首？什么歌？就你爱我像谁，还有一个爱似水仙，你爱似水仙吧？爱似水仙啊，大哥，好，刚才你那个飞机我算他的，我马上要转，大哥。那个就是俺大哥啊，我那就手指轻，这好算，转给他啊。这个是那个就是俺大哥的钱啊，这个你爱水仙还没转啊，等他唱完就转啊。爱是水仙啊。
没事儿，拿回来我给我给我，那就那这首不就该转了，没事儿啊。没事儿啊。四包六十起步，你可以给八十，你可以给一百，都是看你心情啊，就看看大哥打赏嘛啊，反正六十起步嘛，哥哥哎，是四包六十起步，然后礼物还就飞机起步啊，你看大哥们打那打赏嘛啊，多给了也不建议啊。来一首《想见你》，唱吧六六六，来《想见你》，唱吧六六六。想见你。想见你。想见你，就是那想见你。啊、这首歌吗？对对，想见你哦，唱吧，那就是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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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不要做梦 OK， 想见你啊，啊，唱吧，想见你啊。想见你这首歌我好像不太会有。你看看，你看看一下。这些这些抖音上火的歌，一般就是听了一下。无印良品的吗？对对对，无印良品的。但是我不太会。你可以，你可以。想到一个人，哎，就觉得你会不会唱？就非常希望说能够在那恰好他能够出现在你面前。啊，嗓子好痛。没事。挣钱嘛，那嗓子不痛啊。现在去 KTV 都不晓得唱哪些嘛，看你是哪个年代嘛。啊，
不会吗？大哥他不会，大哥，你站起来吧，站起来，站起来。杜峰哥，你他不会啊？真的不会，这个、他不会啊，杜峰哥啊。对，嗯，确实。你们点点粤语歌嘛啊，八零后他都会啊。什么叫八零后的歌我都会？他会唱《迷人的危险》嘛？哎，《迷人的危险》你会不会唱啊？怎么着啊？那是啥歌？但是名字挺熟的。不是这个吗，东风哥啊，我是电视剧嘛，你看看有没有？什么？就是大哥说是电视剧啊。电视剧啊？哪一个？嗯，爱的不是上集啊，是爱的。他应该说的是恶作剧之吻的想见你啊。哦哦，那个。那你这个点出来就只有这首。那个一鸣哥让你那个喝杯白喝杯那个，你喝杯这个酒吧啊，喝杯你杯子杯子倒一杯吧啊。嗓子也哑了，哦，嗓子也干了，你倒一杯嘛啊！嗓子说不出话来了，嗯，喝一杯嘛啊！这个是我的吗？是你的？是你的？不是，我这是冰冰了，你把我的冰冰的喝了吗？放屁！那在那儿啊！不是我刚不是，大勇就这里面来了，大勇他妈是原告，不是被告，这里面都是。我想想七零后的歌嘛 ，OK OK， 好。哎，我敬一下大哥吧。啊，对，我也会到场啊。反正胡子哥给你转了500。昨天晚上是吧？嗯嗯、谢谢谢谢。迷人的危险你会唱吗？迷人的危险是用迷人的危险这个抖音最火的。对对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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，DAN 那是唱的。迷人危险你搜一下你会唱吗？你看看。哎，这首歌好像那天我在我直播间有人点吗？嗯，你直播间有人点吗？对。感谢我就是个大哥啊！你唱那个迷人的危险啊。我好像不太会了。干嘛啊？啊，感谢啊。六小时，你看看会不会？我看呀、啊。我估计只会唱高那个副歌。哦，好的好的，好的好的绿水红墙大哥啊，你会唱吗？我会呀、啊。哎呀，要做，对。就是这个，就是这个。对对对对，应该是这个啊。大概在那低俗嘛，现在。我就会唱这一句。来，你会唱。会唱。我跟你说，我就会唱那一句啊。我在那山朋友的季节，把原声关了吧。就算走得多远，他不会在你眼前，你的瞳怎能看不见？为什么最迷人的最危险？为什么爱会让人变残缺？他会阿卡布唐哥哥，他会啊。千年旭哥他会唱啊。你后面不会的吗？啊，对啊。那个你暂停，那个就是干大哥，他就只会唱一句这首歌，你要不要换一首歌？那个就是干大哥。对对对对，不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。对，就是干大哥，你换一个嘛，你让妹妹换一个嘛啊，就是干大哥，那个妹妹是你的那个嘛，要不要我给他上个房管嘛，哥哥啊，哈哈，就是干大哥没有，看看。那个我不知道他和你是什么关系，就是个大哥，
哦，好兄弟嘛，我好兄弟，我以为你的是你的知心爱人 leader 啊，也行嘛啊，反正我后台我整个房管出来，因为房管买了，我整个房管出来啊，哎，整个出来啊，哎，我操，没有，我看啊，可以换个哦，红尘来。红尘来一场梦，来吧。嗯。红尘来一场梦。红尘啥歌？梦醒时分。红尘来去一场梦。不会唱。他不会唱啊。我看到有个梦醒时分，倒还行。对。你会唱吗？不会啊。我不会。我不会。抱歉。抱歉，我不会。红尘来啊来去啊，就这首歌。但是这些歌我就只会唱你一两句啊。都像一场梦，红尘。那个温柔声大哥的房管给你上升了啊！一，大哥还要点什么歌？大哥啊，啊，又，你妈去！你再下个单儿，你下啊，给我来个你唠啊、你是我的眼，快，你唱，你会唱吗？啊、哦，这个倒是会的啊。好，这个会的。我下个单儿，我是想啥你不知道啊？你想什么？对，等一下跟你说。你想啥？你想？我刚好在那儿，就是补充一下我的能量，你就把镜头转换过来。好的，感谢就是个大哥啊，你弄那个，你唱那个就是我的眼。你是我的眼，你是我的眼啊，啊！你搞得懂？对，你是我的眼啊！等一会儿嘛，唱饿了咱就再找烧烤嘛，一天，哎，先，哎，没有鼓包兄弟，怎么可能能鼓包嘛兄弟？你非定你好吗，一天？哎，他给我拿的热水呢？我没拿过来，没事，有呼叫服务嘛，呼叫服务。你先唱歌吗？没有。如果我给你知，除了真实的分辨白天黑夜，除了真实的在人群中牵住你的时候，你的麦的声音是不是比较小？除了假设带你到处玩。麦太小了。对，我刚才我听老子了，我唱那个两只老虎，那调小的嘛，啊，还在唱吧啊。难念的经吗？可以唱，大哥转。你说的白是什么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。我望上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荒芜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眼，忘了掀开？拿，没有科技哥。在我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在我穿越浩瀚的书海，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。这世界就在我眼前，就在我眼前。塞嘴里唱这歌吗？塞不了，要扣分，哥。你说的白是什么白？人们说的天空蓝，是我记忆
是我记忆中那场白背后的蓝天。我想你的脸，却只能看见一片荒芜。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眼，忘了掀开？等会儿，胡子哥。在我阅读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。我不会唱，胡子哥。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。穿越拥挤的人潮，你是我的眼，带我阅读浩瀚的书海，因为你是我的眼，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，就在我眼前。下一首，马上给你看下一首啊！排队了，下一首马上给你。排队了。来了，还有后面还有个爱情故事上集。爱情故事上集完了之后是痴心换情深啊。爱情的爱的故事上集啊，你会唱吗？爱的故事上集。我在找那个啊，才华嘛，有什么各挣各的钱嘛，对不对？高雅和低俗都是共享的，兄弟们啊。我还有个阿卡，还有个难忘的难念的经啊，和千千劝告。OK。人人开开心心说说故事，偏偏今宵送信更不太易。寂寞地望着你想说，对，雅俗共享。秋风将勇气的谎言，围绕他的聪明有个故事，孤单单的小伙子不共情我。徘徊树下，直至天际有月夜。东风吹走几多个月夜，为何聪明的他轻去绝世？堪与创飞小智写的爱梦。行，鸳鸯蝴蝶们，等会儿，那胡子哥马上，我先记录一下啊。今次飞越小伙子偏讲寒事。谁人识字的又在这故事，偏偏痴心小子痴痴斗数集，地球下就是个可爱梦儿，知不知对你起心还老爱意，未换日同心空会直生死，这笑字语定能断这故事，全为我爱心你。本来就是一个飞一首歌，就是本来就是，是不是那有个大哥转的私房，有个大哥刷礼物，没事儿，不一样的。终于揭穿这小子的幻视，长年累月为你怎再毫无节制？
像小指碰到你的关系，为何真的总怕懂个事，偏偏痴心小子只知得送赞，地球狭窄是我可爱梦魇，这不知对你起心问老爱意，会每日痛心空悔情伤思，这笑自语段难断，这故事全为我开心的偏偏你得知，四到三首歌，这不知每晚想你十次八次，会换人去等一我的心知，可不可肯定完尽这故事，延续这片爱意一生能相依。唱来吧，下一首痴心换情深，不低俗，武大妃他取关了，这种那有低俗啊，雅俗共赏了啊，那种啊，那种连低俗任务你都不下了好吧，这种是不是啊，这种一般下任务大妃你怕死拉在裤兜里面，我给你们甩五百，是这种啊，十次八次，每换日去争一我的心思，可不可肯你凝聚这故事，凝聚这片爱意，一生两相依。哇，这嗓子快冒烟了。这种，你是第二个他说的，刚才科技哥来一个，你俩是一样的想法，这种。啊，你和科技哥是一样的想法，跟这种，这整不了扣分啊。科技哥和你说同样的话啊，再一个说痴心换情深，嗯，上去半步 ，OK OK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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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OK， 这个就可以这种，展示吧这种啊啊。科技哥是科技哥，那种是这种啊。哦，好的，经常吃。
相恋永远你不回头，爱你到痛苦一生，就活散尽的爱人。随缘分过去，你不再问，不懂珍惜自制，会不会看着我伤心？只因你肯伴我的旅行，对你再不失衡，爱见了都不放心。如何生气，你算得对吧？想念一生一世，谁料但没有发生，死心面我要退不回头。是刻在骨子里面的，兄弟们。速度转 OK， 马上。马上，你先暂停，马上我给你开个歌啊，我给你开个歌，先把钱先转了啊，别忘记了啊。哎呀妈呀！你送个钻吧。哎呀，如果待会儿给你买欣赏值啊。欣赏值是没用的。哎呀，我就要吃蔓延苏宁了。蔓延苏宁，对。那个难忘的点连点那个难忘的金的大哥在不在啊？他收多少？我都就是算不清的，就是这个大哥啊，看吧。说不清了，又转了这么多啊，36、36、40吧，又转了这么多什么啊？那是难念的金吧？是难念金是谁哦？难念的经啊，难念的经啊，这难念的经是呢是哪个大哥啊？啊，你我搞不完啊。是不是有这首歌？你那个嘛，难念的经是哪个大哥的啊？没有，大哥刷了飞机了嘛？大哥刷飞机，我到时候试试，我干36还怎么样嘛，哥们们一天啊。那个千千阙歌的大哥在不在啊？啊，那阿卡波唐哥哥在不在啊？不在的话，咱们就往后面呢。新蝴蝶，新鸳鸯蝴蝶梦，你会唱吗？好像会吧，这个歌你很早。你看看啊啊！新鸳鸯蝴蝶梦，你看会不会唱啊？你看看来，新鸳鸯蝴蝶梦啊，这个很像胡子哥点的。没有，就是以那个难忘的金和千千阙歌，我不知道是哪个大哥点的啊。你非记他记性不好啊。这个新鸳鸯蝴蝶梦是胡子哥点的啊，我记得啊。这个嘛。太简单不要了吗 ？OK， 好的，暂停，暂停啊。有大哥续马，现在没有歌曲了啊。你那个有个蓝万金和那千千阙歌大哥们，那点大哥点歌的大哥们都没在，有大哥续了可以续，现在不用排队啊，现在不用排队行吗？这你对，难念的经吗？难念的经是我续伟哥点的吗？续伟哥，来难念的经啊，难念的经啊，续伟哥点的啊。没有，我这是哎，那些爆的歌就别说了哈，兄弟们啊，你一天啊，你当我是新主播吧啊，你找个有难度啊 ，OK， 好的。难念的经不是难夜的经啊。感谢青青老公。从我后海花共周期，爱人逐渐花落每地，怕恨湖里总稳暖死，误会太真气到你仲提，陪我问你谈过一世，爱大地众生太会理，为念旧也不知心软，误会悲欢爱怨尽到底。啊，世外不过春秋说世。多么却只令你叹气，做不到声声代替。对，法语歌。
在一生吹过了这样人地，吞不往了痛苦，因为尽彷徨，牺牲了春天和雨夜尽人寰，烟花海雨不停地泪尽情狂，平静流流愉快变雨纷扰不浪浮，天广广转广广到四平旁，这沙滚滚雪早早先就浪近，灯花雨笑红颜醉雨夜渐沉回春。他的他继续继续天际来牛雨化变了脸面不光芒，天光光雪光光光四同行，这沙滚滚想走出笑作难得，贪笑也很动人，要对人情寻回春。这个太难了，这个太难了，加油加油去，那大哥钱都收了，大哥钱过都转给你了，谢谢大哥，这个歌词太难了，答应了你上你们俩金币不是用满吗？好好润嗓润嗓，好的会，好的凤凰。欢迎董哥。好的，你唱，你唱。春风往雨沉落，人会沉彷徨。天生眼海清澈，只因为存亡。你请得正，未曾存亡。凭最难求，雨化未成，春千纷纷放。天光光，春光光，江水同行。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得很近。叹息也很偏，有这地雨情藏回春。春风往月透透，也未曾彷徨。披山等海真雪，只因为绝望。怎真爱？连最难言语罢便话千手不得防。天空风雪茫茫，风似同行。这沙滚滚，雪皱皱，笑作浪荡。叹息也很近，有你情长回春。春风往月透透，也未曾彷徨。披山等海真雪，只因为绝望。你花花草草，你最意。连照两眼雨化变化，千手不放狂。天光光，雪纷纷，风势同行。这沙滚滚，水皱皱，笑作浪荡。叹息也很偏，照也依然痴痴爱着。这差不多了吧？还有一首，还有一首，那个一生有意义啊！一生有意义。什么？一生有意义，胡这个点的啊！一生有什么？一生有意义啊！我不会唱这首歌，胡子哥他不会唱胡子哥。是有意义这首歌，要拉满了，这要拉满了，要收不动了，客人们要收不动了，大哥们。对不住了，胡子哥，我真不会唱这首歌。哎呀，一鸣哥，这个才是正确的打开方式吧？那休息会儿啊，休息会儿是吧？休息会儿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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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喝个水，喝个水，喝个水，啊，喝个水，啊，休息会儿，休息会儿，哈，太心疼你了，你先把钱收了，看一下你钱啊，又有事情了啊，你先把钱收了啊，又开始了吗？对，你收一下，是每次唱完歌就收钱的事，当当当的点。那我休息一下吧，我坐旁边休息一下，啊，这不比你打麻将那个来得快吗？打麻将还要打五圈啊！应该说打麻将还有风险，你不知道。对对，有一种我不会唱，兄弟们，那个一鸣哥我真不会唱，一鸣哥，因为我都不唱歌的，啊，没有，身体的，哎呀，别了，兄弟们，啊，对不对啊？这老年人那身体对事情，我说我哈，这老年人兄弟们，都转给他了啊，你们看看吧。暂停一下吧，就
有没有双人慢摇嘛啊？看嘛，都在跟他。双人慢摇嘛？什么是双人慢摇啊？我不知道啊。是那个沙沙舞那种吗？啊，是沙溢曲那种吗？啊。好了，现在回归到你的那个频道。是就是干大哥是沙溢曲那种吗？就是把所有的彩灯都打开，然后，是那种啊啊。没有，今天他妈的辉哥在，今天不回来兄弟，辉哥在啊。是那种嘛，挣钱这样大哥们都愿意刷啊，就是干大哥是那种嘛，啊大哥啊，动感光波吧 ，OK， 好的，那个放个动感光波啊，哎，你们看一下那个动感光波。动感光波，动感光波，是不是凶了？火速低速起来，嘿，大哥不是要动一下动感光波吗，兄弟们啊，衣服啊，这不是这低速起来吗？啊是啊，你把切换成个动感光波啊，对低俗，我看看有没有动感光波，我看看动感光波啊，我看看动感光波啊，动感光波，我有，这是这个吗？是这个吗？啊，高压整多了，还是兄弟们在那儿在低速嘛？你妈！是这个歌吗？两个吧，是就只有这首歌。Thank you.
哎，太费力气了。不是，我觉得你更像咸蛋超人。疼到头了。感谢感谢大哥。太费体力了，太费体力了，干吐了，艺术家，真吐了。必须来一首啊，没有，感谢。怎么弄，兄弟？你非就只能整点低俗的啊？俗到极致就是哑队，就是看大哥怎么样。大哥，我你非就这样。有没有好哥哥帮你非过一下？过一下二星吧啊！哥哥们啊，来，哥哥们先抽出人头，再过一过那个二星，过一过，兄弟。我也搬不动了，兄弟，你看。你看我这出门一点啊，感谢感谢哥哥们，给了，还没大哥们点歌了，没大哥们点歌的话，咱们把桌上的酒喝一喝，就下一场去吃夜宵，啊。哥们，我真摆不动了啊！傻子嘛，哎呀！我觉得你那么喜欢穿红色，你不应该叫大飞，应该改名叫红孩儿。红孩儿嘛，感谢啊。辛苦兄弟啊！还有大哥点歌，没有大哥点歌，我们就准备下一场了。以前跳水一次能跳两百个嘛？就是干大哥。成都冬天晚上十点只有三度到零度，从晚上十点钟跳到凌晨两点，跳四个小时，大哥，那不止两百个，跳五百个啊！因为很久没运动了啊，有点现在有点跟不上了，不像当年了啊。
是吧？那就是俺大哥应该前面看过吧？收多少嘛？当天晚上收了五千，你算嘛？收了五千，一个飞机跳三个还是那跳五个？我忘了。悠着点嘛，兄弟们，有科技，兄弟们不要怕嘛，科技改变力量啊。西北哥嘛，在西北哥看过了，过了五千，对大哥，我敬大哥三杯吧，敬大哥三杯，咱们下一场吧，下一场咱们吃夜宵吧，哥哥们，吃夜宵咱们喝点粥吧，啊，吃夜宵再喝点粥啊，这个我喝三杯，哥哥们啊，就是干大哥上次让我吃那个吃生鱼片，大哥吃了二十片啊，是不是大哥？大哥上次吃生鱼片吃二十片，大哥刷了四个火箭，是不是就是干大哥啊？感谢大哥啊。大哥上次刷了之后就走了，就一杯，对不对？给大哥，来一首《忠孝东路走九遍》，你会唱吗？唱最后一首。这首歌，这不太会哟。他不会再会那个走了。哦，忠孝东路走九遍，九种会几句，这男的歌一般。因为大哥，哎，这样子，大哥点一首那个，结尾的歌。咱们送吧，这首歌最后时候就送一下嘛，可以吧？参与晚上咱们再送最后首歌吧，结尾，然后咱们就吃烧夜，吃宵夜，吃烧烤，喝啤酒，再喝粥啊。因为兄弟们想听什么歌，我们再送最后一首啊，再最后再送一首吧。来，你吃了黄瓜，这儿有黄瓜。我来吃豆子。我现在难忘今宵啊，大哥，难忘今宵 ，OK， 父亲嘛，哎呀，父亲没有版权，父亲啊，欢迎凤凰啊，那个难忘今宵嘛，你看，黄河大道一个飞机接不接？大哥刷嘛，大哥你刷啊，那个博士哥刷嘛，博士哥。大哥刷嘛，大哥，博士哥，父亲唱不了，父亲了吗？父亲斗鱼他没版权，父亲啊，先把难忘今宵唱了，好吧？哦，就是差点暴露出来。刚才那首歌不能唱，因为这个人唱的歌曲好像那都不能唱。你包括什么就是好日子啊，包括其他的东西，那都是就这些比较大的歌曲不能唱，兄弟们。涉及到政治。对，不能唱，兄弟们，这些歌，哎，他妈的，没有大哥点的话，我们就差不多啊，就差不多收东西吧，差不多，差不多，兄弟们，开始爆了，兄弟们！对，我们就换地儿了。换地儿了，吓死了。嗯，走吧。来日方长。把这酒给我装上，点好喝啊，别浪费了。别浪费了啊，这酒。节约啊。这西瓜吃元宵，西瓜吃元宵吧。来日方长吧。他说是这个来日方长是吧？这个，哪个？这个。来日方长，我说来日方长是说咱们时间还很多，是吧？来日方长 ，OK， 来日方长。对，今天晚上没人点歌了，我们就先撤了。咱们大哥听歌也听腻了，差不多，今天差不多，他省着嗓子差不多。
上次走，吃点宵夜啊，对溪水长流，对，走，哎，可以吧？哎，走，走了，不要了，东西走了，下次又来啊。全身都蛮委屈的吧，走，好了，你们晚上你带儿子去睡觉就好的，好的，好了，军哥，忙你的军哥 ，OK。哎，我们是从哪出啊？这边吗？这边上吗？出这边。师傅，我们从这儿出去吗？这儿这边，走这儿出去，走出去，前面直走。咦，好了。该回去吧，大哥，下去了。感谢上车哥，感谢上车哥送了巨人反应，感谢上车哥啊，感谢上车哥，感谢啊，走，走。很多歌曲不能唱，兄弟们。